我不想知道到底是谁对谁错，我也不想管到底我这些行为是不是出尔反尔。我甚至觉得，哪怕真的是你把他的吊坠给扔了、骗了我，我觉得也无所谓。这很重要。洛枝，清白很重要。如果你一开始就认为我喜欢你，但是我不择手段。 那我那么长时间的沉默就变得毫无意义了。我得对得起我自己了。